中天记者一路尾随，不停的骚扰我，接近我，甚至是肢体碰触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完全无路可走，那也因为这样而摔倒，非常的遗憾，真的很遗憾。今天上午，我以病友的身份去参与特定医疗议题的记者会，那却遭到中天记者的恶意骚扰，对方不断的跳针，喊出我早已清楚回答过的问题，那也造成了整个现场混乱的场面。我想啊，身为民意代表，我100%的尊重媒体的监督，那也绝对去公开接受第四权的检验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之前我有公开受访，或是说周二在党团召开正式的记者会，我都已经详尽的说明这一阵子以来关于特定人士不实的抹黑，那并且有公开去接受媒体的提问，这个部分我想直播也都有记录。那甚至呢，在周二当天，我也有在会后主动询问说，媒体是否要单独访问，我都非常的欢迎。那然而呢，在今天上午一场毫无关系的记者会上，非常的遗憾，在我逐一回答问题之后，这一位上一周已经恶意制造假新闻的同一位中天记者，还是持续跳针提问重复的问题。那甚至呢，他还一路尾随，不停的骚扰我，接近我，甚至是肢体碰触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完全无路可走，那也因为这样而摔倒。我想这位记者已经是惯犯，不断的利用这样子的行为造成非常混乱的场面，那也企图去制造现场失控的新闻画面。如果不是这一位中天记者的话，我想今天也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。我必须要说，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新闻媒体，而是利用制造混乱、尾随、吆喝、自行去创造新闻的媒体制造业。这位争议不断的中天记者，他不在正式的记者会的时候提问，反而故意去在一个无关的场合制造混乱，好让自己去做想要制造的新闻操作。我想这样子的行为已经不配称之为记者，也请大家一起严正的去谴责这种假记者、真新闻制造业的恶劣行为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。睡得好，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